医生按照我的要求给我修好了。开玩笑的啦，根本就不是医生，只是我自己做了一些很棒的万圣节妆容。先拿出一支黑色铅笔，在我的脸中央画一条锯齿状的线，嘴唇跟喉咙也一样哦。好了，该使用美妆蛋咯。我选择了脸的这一侧，但你可以随意选择。我要把它涂满白色，现在用散粉定妆。好喽，该上色喽，从紫色开始。现在呢，再用黑色铅笔来打造缝合，一直沿着锯齿状的线条向下延伸的水平线。有趣，现在呢，缝合处也要有一点假血哦。其实啊，只要沿着锯齿状的线画就可以了，缝线两边都要有点哦。完美，看起来真的很赞呐！现在添加更多的细节吧。眼睛的蓝线看起来像病态的静脉，然后再添加一些红色的静脉，不要忘记隐形眼镜哦。现在该放下我的头发，穿上我的服装喽。啊，现在我感觉好多了。你为什么不靠近一点呢？啊，最近天气太糟了。哦，不如打扫一下啊。哎，那什么声音啊？但是我什么都没看到啊。我想一定只是我的想象吧。不过还是有点毛骨悚然，和节日很符合呢。怎么回事？别看，别看，别看啊！不好了！哎，你刚刚下蛋了吗？大概吧。不！拜托拜托，不要靠近我！天哪，你吓坏了，我完全骗到你了。你应该看看自己的脸，该换个新妆容了。跟想的一样，我需要黑色和白色的妆容，从白色开始，然后添加黑色。一起会变成漂亮的灰色，然后遮住我的脸。我甚至会给我的嘴唇上色，然后我的发际线也是。因为道具服的原因，必须对锁骨做点处理。灰色的就差不多了。该拿出黑色铅笔喽，先用它来画唇线，然后把我的嘴唇给涂成黑色，然后再给眉毛塑形。还好现在流行的是黑色眉毛，该在眼睑上再涂一点黑色喽。白色隐形眼镜很厉害。妆容完成，该穿上道具服喽。好了，假发跟圆顶礼帽作为完美的收尾，看起来不错哦，挽住我的胳膊，夫人。这个轰趴太棒了，万圣节最赞了，我超爱打扮的。啊，那什么？那是黑白色的人吗？哈，太荒谬了！你快看看他。哦，他在看我哎，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呢。哦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我的皇冠。哦，现在我戴着礼帽。这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哇哦，太疯狂了！他在对他做什么？天哪，快看看我！嘿，在那边的其他人，我们动手吧！跑跑跑，赶快离开这里！今天的瑜伽课太棒了，对吧？哦，哎，等一下啊，我需要系鞋带，你可以帮我提一下我的包吗？谢谢啊。好了。哦，你摔倒了，让我来帮助你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给了我一个好主意，嘿嘿，会很有趣的。好了，我需要这件黄色连帽衫跟一条羽毛围巾，在袖子上排上不同的颜色。现在呢，在袖口上涂一点热熔胶，然后在最后一条的羽毛围巾，哈，它们好柔软，我好喜欢呢。
好了，现在把袖子翻过来，当然还要再涂上更多的热熔胶啦。在袖子上涂有一整条，然后折叠羽毛，对所有的围巾做同样的事，然后再一次完成袖口。好了，胶水应该够喽，最后的羽毛围巾就位。再对另一个袖子和帽子上做同样的事情，该涂上更多热熔胶喽。这次穿过连帽衫的正面，当然还有更多的羽毛围巾，轻轻地将羽毛压入胶水中来固定它们。现在用更多的羽毛完成前面，已经到最底部了，然后再用更多的胶水来完成它，接着添加最后一条蓝色围巾。太好了，我已经弄好了所有的羽毛，现在来添加一些有趣的细节，把帽子的顶部翻下来，然后加上这颗黄色的爱心作为喙，还有这只巨大的眼睛。好的，看起来好可爱哦，可以穿衣服了，再戴上橙色的手套和紧身裤。看，我可以把帽子抬起来，把头低下来，现在我是一只毛茸茸的超厉害的鸟了。还不错，对吧？我好喜欢哦！哈啦，好美的景色，对吧？野餐的好地方。现在是我行动的机会喽！啊，那是什么？我发誓，我听到那边有声音。嘿，你在看什么？哼。对不起啊，没什么。我们继续接吻吧。哦，我的天哪，那是什么？什么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！你是在开我玩笑吗？不，我发誓那边有东西，是一只巨鸟。哦不，看，就在那边，那是什么？对这个万圣节轰趴，我有点紧张呢。哈啦，我来喽！哎，等等，有人看到我吗？有人吗？哈，我只是一点都不突出而已。哇哦，你到底从哪儿来的？看来你可以使用我值得信赖的热熔胶枪。哇哦，你是对的，非常感谢。哦，他走了哎。好了，我有这张有花丝设计的纸，用这种黑色热熔胶勾勒设计。我选择黑色呢，是因为今天是万圣节，不一定要很完美，因为胶水会稍微扩散。好了，勾勒完成喽。趁着胶水还湿的时候，加一点珍珠。它干了，这意味着我可以拿起来喽。OK， 我有一件漂亮的闪闪发光的披风。不过呢，我需要对我的耳朵做点什么。在顶部使用这种织物胶带，捏一下顶端。哒啦，看来我有尖尖的精灵耳朵喽。接下来我的装饰花丝，看，这是一个完美的面具，这应该可以喽。哇哦，看看它。哇哦，你的服装好厉害哦，我好喜欢哦。还你，你的热熔胶枪，谢谢了。哦，不客气。你想尝试哪些服装或妆容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不要忘记与你的朋友分享这个视频，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获取更多像这样的精彩视频哦。